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以楞严一经啊，统摄住这个整个佛法的经律论三藏教理都在里面。所以有人说，楞严经就是整部大藏经的缩影，啊，是整部经律论三藏的浓缩起来的一部经。因此啊，如果要了解整部楞严经，的博通三藏，不博通三藏没有办法了解楞严经。翻过来说，假如你通达楞严经了，也就是已经得到整个三藏的大纲领，经律论三藏的纲领都在这里面。通楞严经了，整个教典的内涵都在这里面。因此这一部经啊，从这个唐中宗的时候翻译过来之后，啊，尤其到了宋朝，啊，到了宋朝那些宗门下禅宗的这个要明心见性的禅佛子，可以说无人不读，无人不看，啊，他们要参禅，必定要以楞严经为主，看看这个禅宗语录里面有很多。祖师他们都是看楞严经得到的受用，所以可见这部经对中国佛教的这个影响之深啊。那么所以我曾这样说过，假如有人破坏诽谤楞严经，那就是破坏整个中国佛教啊。因为千余年来中国人修学佛法就以这部经为总纲领啊，在太虚大师的这个社论研究里面都说得非常清楚，所以因此之故啊，这部经对中国佛教影响是非常之深。不过实际上也是如此啊，假如你能够按照第六卷末的这个四种清净明慧做好的话，实际上所有持戒的大事啊，大致都已经完成了，没有什么缺陷。所以这里总结说，佛对阿难说，阿难啊，如果你在这四事，如是指上文所说的四种清净明慧，这四种清净明慧的四样事情，假如能够好好的做好，不会有所遗漏，不会有所失误，做到这种境界，心尚且不缘色相未除，那么一切模式怎么能够发生啊？戒有没有持好，四种清净明慧有没有做好，看心上不缘身相未处，看这句话。如果达到这种境界，就是显示你戒持好了，啊，那就反问自己：你缘身相未处吗？恐怕是大缘特缘嘞，啊，我们一天到晚都在缘身相未处，这可见戒也没持好，啊。那么因此之故，戒有没有持好不必问其他，只看这一句话：心上不缘色相未除。你的心缘色相未除吗？假如你的心还在缘色相未除，那就显示这个戒并没有持好，那模式就有发生的可能，那就有危险啊。平常只注意这一句话，你是不是在缘色相未除，色相未除的缘有没有断，
而不圆的境界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由此可以知道自己持戒的情况。这是说明第一，注重在讲究持戒。如果能够把这个戒法根本戒持好，那么知业不发生，那么修这个圆通门呢，就有成就可能了。如果有一部分的这个根性啊，比较烦恼障特别重，很难把这个持戒的功能做到就近的目标，那佛就说明，那你不妨啊来修学坚持这个咒语，持楞严咒，可以呀、防止这些过去的宿习。所以经文接下去就说，若有宿习不能灭除，你教世人一心诵我佛顶光明摩诃萨埵多波耽拉无上神咒。佛对于阿难说，如果有些人熟悉，熟是过去世的习气很重，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过去世的习气，三道人的业力很重，单靠持戒一门呢、好像还不能灭除这个烦恼，那有什么办法呀？你教世人一心诵我佛顶光明摩诃萨埵多波耽拉无上神咒，你持阿难啊，同时也包含所有弘扬佛法的人，住持佛正法的人啊。假如你有些习气太重的众生，单靠持戒不够灭除烦恼的作用，那你就教他世人，指这个宿习很重不能灭除烦恼的这种人，叫他专一起心啊，持诵我所说的佛顶光明摩诃萨埵多波耽拉无上神咒，就是叫他持后边重说的楞严咒。因为楞严咒是佛从头顶上的无间顶像放出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那么宝莲花上面有一尊化佛坐在哪里，那么这个化佛所说的咒就是这个楞严咒啊，就是摩诃萨埵多波耽拉无上神咒。摩诃萨埵多波耽拉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大白伞盖，大白伞盖，摩诃是大，萨埵多是白，波耽拉是伞盖啊。它的意思是说这个咒的功能很好，非常殊胜啊，就好像一个大伞啊盖住你，保护你一样。这个咒是无上神咒啊，没有比这个在上的，因为成佛就是最上，没有比成佛再高上，所以佛国为无上。而这个咒神妙而不可测啊，就是不可思议的妙咒。那么你把这个神咒持好的话，那就能够把过去的俗习呀这个种种的烦恼都能够慢慢使它消除啊。下面说明这个持这个咒的功能，世事如来无见顶下无为心佛啊，从顶发挥做宝莲花所说神咒，说明这个咒的起源啊。诗就是词，这个楞严神咒啊是佛如来就是佛了，佛的无间顶就是头顶上的无间顶像，佛有32相头顶有一个无间顶像，这个顶啊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螺旋的那个地方啊，头顶有这么一个东西啊，我们平常人呢、就站高一点看头顶就能看到，可是佛这个地方看不到，
啊，你站高一点，它就往上升，啊，升高一点。无论如何看不到佛的这个无间顶，啊，所以叫做无间。啊，释迦牟尼佛做太子，啊，还没出家之前还是太子的时候，一降生，啊，那么这个无间顶相就已经显出来了。他成佛了，在菩提树下成佛，啊，东方有一位菩萨要来见佛的无间顶相，他站高一点，那个顶相又往上升，啊，升高一点，一直往上升，升到大梵天还是看不到，啊，因为你想要看你站多高，他就升多高，无论如何看不到他的顶尖的地方就看不到。据说南传佛教的寺庙啊，他呀有一个这个尖尖的这个东西哈，往上一直往上升的尖尖的东西，那是表示佛的无间顶。说这个是佛的无间顶像无为性佛啊所说的心咒，心是真如自性啊，佛所亲证的诸法理性啊，从此中发挥出来的妙用啊，所说的咒是从佛的无间顶而发挥出来的，所以叫做从顶发挥，啊，从头顶放光，啊，现出宝莲花，这个千叶莲花上面有发佛坐在那边，啊，然后这个发佛说的咒不是佛的应身说咒，而是应身的头顶现出来的化身佛，啊，发佛所现的心咒，啊，所以这个咒至高无上，没有比他更殊胜。那么因此如果受持这个咒，就可以帮助消除这个烦恼啊。且你俗世于某等学历劫因缘恩爱习气，非是一善即一劫，我一宣扬爱心永脱成阿罗汉。这只是拿阿难本身以摩登伽尼的事实啊来说明楞严咒的殊胜，它的功能非常的殊胜，且姑且其他的且不用说吧，当然你现在你持阿难，你阿难俗世就是过去世，阿难过去多生跟摩登伽尼啊，他这个文字都是简单啊，应当是摩登伽的女儿啊，不是摩登伽本人啊，所以这个要看得出来啊，你跟过去多生以来与摩登伽尼啊历劫因缘恩爱习气啊，关于这一点呢，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有说，这里没有细说。因为有关阿难与摩登伽的过去生的事实，另外还有四部经啊，其中有一部就说到，阿难跟摩登伽五白氏为夫妇啊，五白氏中他们都是恩爱夫妇。所以由此这种的世间欲界的恩爱啊，只历劫五白是不止一生一世啊，所以经历多劫，劫是世界成作坏空的这个时间最长的时间，就是这个大劫一劫一劫这样过去啊，我呢跟摩登伽过去多生，在这些久远劫中啊，他们以最起码有五百世的时间，生生世世都是夫妇。由此他们这个恩爱习气啊，过去的熟悉这个气氛非常浓厚，不容易消除啊。阿难虽然是亲近佛出家，有心断除，当然他啊心地清净，可是摩登伽放不下啊，所以一直追逐他啊。那么由此如果没有佛的楞严深咒，恐怕以这个习气要把它断除啊，是
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非是一生及一劫，您两个人的这个终身的这个爱情，不是一生一劫啊，因为终身都是以来联署的，所以不容易啊，把这个习气给切断。到了这一次见到释迦牟尼佛，我一宣扬爱心永脱，佛把楞严珠一宣扬说出来，那么我呢以摩登伽，尤其摩登伽的爱心当下永久脱离了啊，成阿罗汉这一句话呀也是非常之简，因为按照前面经文可以知道，摩登伽由文殊菩萨去领导他们回来的时候听佛说法，才证到这个三国楞严经开头说的时候，摩登伽只是三国，还不是阿罗汉，阿罗汉是第四国，阿罗汉是声闻果位的最高境界。这里说爱心永脱成阿罗汉，这个成阿罗汉是到了第六卷，去年前面讲的这个选圆通啊，文殊选圆通的这个句诵说完之后，大众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而摩登伽女呀那个时候才证阿罗汉果，并不是佛一宣扬楞严咒他就证到阿罗汉果，所以他这个文字非常非常的简，一定要前后文连带着看，才不会发生这个疑问。爱心永脱只是指他在初卷开始的时候刚刚回来证到阿那含第三国，证第三国阿那含啊爱心就是永脱了，因为如果没有把欲界的私货烦恼断掉，没有办法证第三国啊，因为这个欲界私货呀它是滋润七番生死的啊。那么从初国经二国然后到第三国，而摩登伽他本来根本就在这一生看不到他修行，这一生他是一个平常的女人，而且是正常的女人，所以他对于阿难他十分的爱他。那么经过佛用楞严咒把阿难把他救回来，同时也消除摩登伽女的这个爱念那么他到佛前还是听到佛的说法，然后才断掉烦恼而证三国阿那含如果以其他经文配合来说楞严咒是消除他当时的这个爱心那么回来听到佛说法，然后才证第三国阿那含那么应当不是完全靠咒力这里只是要显示咒的功能大所以这样说，实际情况只是当下使他的那个邪咒的能力整个破坏掉，而使这个摩登伽女的这个欲爱之心当下消除掉，才能够回来听法，有听佛说法之后证到三国阿那含。从此佛说楞严经一卷一卷的过去了，到了说二十五圆通二十五圆通说完了，然后文殊菩萨选圆通，文殊选圆通的句诵说完了之后，大众的大利益，那么经文里面就说到摩登伽尼证到阿罗汉果，就信比丘尼呀证阿罗汉这个事实在前面第六卷经文选圆通之后有明文所以爱心永脱成阿罗汉包含从开头经文开始一直到第六卷说完
这个内涵都在里面，所以这八个字啊包含前后文啊，里面意义很多啊。所以这类的经文啊，假如你没有把前后文看清楚，因为一听到楞严咒就爱心涌脱了，就证到阿罗汉果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那么佛法讲因果，必定有修因才能证果。摩登天女这一生没有看到她修行，证阿罗汉果是证果了，哪里没有因能够证果的呢？一定不是这样子，必定要明白他过去多生必定有修持，这是过去多生的修持啊。功夫虽然是可以啊，可是他的习气啊，欲爱的习气在这一生更强，当时把过去的修行的境界啊，那些功能都被他盖住了，遮住了，显不出来。到了楞严会上，佛说楞严经，说楞严咒，就是把摩登天女过去的这些欲爱的烦恼，这个盖子把它打开了，啊，把过去多生修的功夫啊显现出来了，所以才能证有阿那含的这个三国而到四国阿罗汉，没有不修因而证果的。假如真的那么方便，那还何必修啊？那阿难要求应当就可以得到了啊。阿难在第一卷他自己说过了啊，我的哥哥是成佛了，那我何必修行啊？我哥哥的三昧给我一个就好了，不必多。真正能够给的话，阿难就不必修行啊。可是佛还是说，你还是要自己努力，自己不修不可能啊帮你证果的。那么以此为例，这里虽然说摩登天闻咒而证果，它不是单靠这个力量，这个咒的力量只是把它的习气的盖子掀开，盖子掀开，原来的力量一下子就发出来了。那么那个原来纯净的力量就是过去多生的修持，不会说是过去没有修行而今生听到楞严咒一下子就成就了，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凭我们的脑力懂得佛法去配合想想也可以知道啊，不要因为真的摩登天就是听到楞严咒就证阿罗汉果了，没有那么便宜的，这只是把它的盖子掀开而已了啊。不过他过去多生的修行没有楞严咒把它的盖子掀开，它原来的功能显不出来，要证果就比较难了，那必定要经过相当多的时间的修持。所以楞严咒帮助他，使他把这个过去的业消除了啊，那么本有的功能显现出来了，所以由此就证到阿罗汉果。在楞严会上啊，摩登天女证果比阿难快，阿难不是不能证果呀，因为他的立场这个时候他不能证果，为什么？他做侍者啊，他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佛他是很慈悲的，不会让一位正果的圣者来侍候他啊，所以阿难为了要侍候佛做侍者，他不能证果，如果证到阿罗汉果了，他就不能当侍者了啊。因此啊，到楞严会上将来讲到第八卷经文解这个经文的名字，解经名之后，阿难才证二果而已啊，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就说明他真正的把这个欲界的前六品的私货也已经消除了，可是欲界后三品的私货还是存在的，这只是二果而已。那么以二果的身份呢，做佛的侍者，要一直做到佛入灭，从此之后他以二果的身份做佛的侍者，到佛入灭。佛入灭以后啊，摩诃迦是集众结集三藏，那个时候才强迫阿难修行，让他证阿罗汉果。这个在初前我已经说过了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
要正果必定要修行啊，你不要看到这一点哦，那么简单了、啊。摩登仙女听到这就证阿罗汉果了，那我又何必修行啊？那我就来吃楞严咒好了，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咒只是把他的习气盖着掀开而已啊，啊，毕竟还要靠自己修行，所以看经文啊，毕竟要多方面会活，不能死板板的死在文字之下，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这只是要显示咒的殊胜功力，所以呀、啊，用这种方式文字简单啊、显示它的妙用。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划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划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传播佛法，救护生命。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楞严法会，恭诵楞严经，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9月20日星期二至9月24日星期六，时间每天早上9点开始，日期9月25日星期日堰口法会，时间上午9点，恭请慧泰和尚主法，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中山书坊陈真义工，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地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南无金光明圣贤，现金光明，无量大光明如来，南无金光明圣贤，现金光明，无量大光明如来，南无金光明圣贤，现金光明，无量大光明如来，念诵一遍，能消除受用三宝、佛塔、经典等十方财物之罪障。
吃素的心是快乐的，护身的心是感动的。